就这儿，走，进去。嗯。哎，可乐，老板娘呢？你们老板娘在哪儿？老板娘，老板娘哟，可乐，老板娘，请来来来，过来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啊！小二上茶。哎，好嘞，来来来，请坐。你可是孙二娘，江湖上人称母夜叉的孙二娘。是我，您是？我们是山东来的，山东阳谷的，我叫李武。哟，幸会，幸会。几位是跑买卖的还是出差的？为民除害。为民除害怎么除到我这儿来了？哼，因为我们要杀的人现在已经到了河南。什么样的人呢？一个恶霸，这个恶霸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连杀了两条人命，却还逍遥法外，只判了他三年的牢狱。岂有此理，天底下还有这么不公道的事情？这世上还真就有这种不公道的事。这个恶人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还专门善于勾引良家妇女。我的媳妇儿就是被他勾引，和他私奔而来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不共戴天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那恶霸在哪里？他马上就要被发配去孟州了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和他交过一次手，可惜不是他的对手。久仰女侠大名，还望女侠能出手相助。他一定是去孟州。千真万确。哼，那你放心，这一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只要他去孟州，必经我这酒店，到时候我把他给麻翻了，替你报仇。多谢女侠出手相助，这是一点小意思，还望笑纳。你客气了。理当如此，女侠就不必客气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咱们跟武都头商量商量，把这个给武都头带上，怎么样？武都头，武都头，啊，你看到前面大路上人就多了，能不能来？哎，二位大哥，到前面的大路还有一段路程，能不能再晚些时候带？既然如兰姑娘这么说了，那咱就晚一点再带。来，走啊。五二哥，你看这里有一个十字坡酒店，我们进去喝点水歇一会儿再走吧。好。哎，那儿可去不得，千万不能去。为什么？这里是个土匪窝，他们杀人抢货不说，据说连人肉都吃啊，平时过路人躲都躲不及呢。那咱们走吧。不怕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个黑法。走。哟，几位客官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老板娘，来客人了。哎哟，树上喜鹊叫，定有贵客到。几位客官请坐，请坐。我可不是什么贵客，我是个囚犯，配军。皇帝的老舅也做过配军，你不能说他不是贵客吧？你可真会说话，上菜吧。酒要不要？小店的酒可是香飘四海，不喝后悔一辈子。香不香倒不要紧，只是别放料啊。什么料啊？是不是草料？那可是喂大牲口的，你们也要喂吗？好了好了，老板娘，你就别卖嘴了，快上酒。三位爷，下酒要什么菜？牛肉、猪肉、
就不要人肉。看你说的，人肉你吃得起吗？准备酒，老板娘下料吗？废话。给。哎，等等，那小子至少长了三个心眼，你对付不了他。你去端包子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我看见屋里好像有个人腿，是不是正在包人肉包子？胡说！我们老板娘说了，我们店里什么肉包子都有，就没有人肉包子。是吗？快走吧，别到处乱看，叫老板娘看见，有你倒霉的。是有倒霉的。来了啊！包子、花生和猪蹄儿，你们先垫垫。哎，那佩君呢？撒尿去了。那你们先垫垫啊，肚子里有货，吃酒不上头。老板娘，你忙吧，我们先吃。哎，你怎么就吃了？从小就这毛病，见了包子不要命。哎，老板娘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指甲，这好像是人的指甲。这可不就是指甲吗？还真是人的。你卖人肉包子？哎，借我个胆儿，我也不敢呢。这个指甲是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店里一个伙计出去赌钱，赌了一夜，今天一大早啊，他回来剁肉，一不小心呢，就把个指甲给剁下来了。你们想啊，十指连心啊，当时疼得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光顾着找刀伤药，把指甲的事儿给忘了，就包进包子里了。这个包子不要钱，再来一盘也不要钱。这酒是我们家酿的酒，你们先尝尝，要是好的话呢，你们替我四处张扬张扬；不好的话，也不要钱，一文钱也不要。慢，老板娘，来坐下来，这些酒咱们一块儿喝。这位朋友，我从不陪过路的客人一起喝酒，你们自己慢慢喝吧。不行，我要你陪我们一起喝。我说了，不陪过路的客人喝酒。你是不敢喝这个酒吧？那有什么不敢的？这酒里面有毒。兄弟这么说话可就不对了。那好，你先喝下这碗酒。那我就喝给你看。吴二爷，也许这酒里没有毒，你看连他都喝了，要不咱也喝一点？是呀，吴二哥，喝吧，啊，来，喝。哎呀，吴二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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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为什么要下毒？小的们进货了。哎，走吧。叫你猴精，到底着了我的道了。小的们，先把他给抬进去。好，好嘞。来，你，
老板娘，这家伙实在太沉了。你们没吃饱吗？先把那女的抬进去。哎，好。说对了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敢在十字坡撒野，今天我叫你进得来出不去。与我过招，好男不跟女斗，贼配军少废话。贼婆娘看招。张爷，不好了，二娘和客人打起来了。别大惊小怪的，他一天不打架浑身痒痒。这次不是小怪，是大怪。二娘让别人给打了，快撑不住了。你可别骗我啊！二娘让我挑的水，我还没挑完呢。张爷，你要再不管，二娘可被人家打趴下了。什么？住手！谁敢打我老婆？这不是武松兄弟吗？张青大哥。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大哥，二娘，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打虎英雄武松。你不是武二吗？怎么又成武松了？我武松排行老二，又叫武二。啊，原来是打虎英雄，难怪这么厉害。